钉的放哪里去了？昨天很多的。哎，你要的。我们纯带钉的放哪里去了？不知道。昨天。反正是拿不到的。啊？你好，这个一万块钱。他说西安没洗。好美啊！你是怎么了？一万多了，你花一万是怎么无人机，要哪个无人机？更便宜的，上面那个。上面那个，那个要2000多的。2000多了。嗯。我忘记了。你拿去卖还是卖啊？卖。在哪里卖？在北京。北京。他那个可以。限飞的。北京是6环以内都限飞，但是，是政府不。政府限飞在那里，有一些机器想飞飞不了，但是它这个机器你想飞，它都想飞得了，不行，所以你的价格。人家不是都充饥了吗？老板娘充饥的人民币，你干嘛要？我给你看的是100块纸币，到时候我硬币发给你，你干不干？你不要去弄那人机，那是一个坑，到时候你踩下去爬都跑。人家的库存就变成你的库存，你干嘛？人家要钱，有的东西，人家是要钱，你要那个垃圾货干嘛？这块牌子买完了，你把衣服取掉，直接给撕掉。好，下来是往下拉的，往上面拉不起来了。Thank you.
等一下，他上两点，你先等他，这边是哪家？而且等一下，他上两点，你都坐两点，坐两点到，而且九月份是金秋的，如果能够九月份的是冬天啊，不是。